墙挖开了，嗯，带我去看。你是肖金来，我一年只看一次，错过就没了。 现在李安都长了道了，那说到做到，一个字儿不说。你跟别人说了什么？俺不管，俺就想问你一句话：天地良心，你对俺是不是真的？ 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？什么是真的？我想要赚钱离开这里是真的，我想要幸福是真的，我想要嫁人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可是嫁给你。
每天早上一睁开，已经看到你的脸，我就会想到我曾经是个妓女。你觉得这样的我会幸福吗？啊？没有回答案的问题。你没有回答案的问题。我跟你说清楚。你没有回答案的问题。你疯了，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，再也见不到你娘了。你这些瓦心啊，你一辈子都回不去了。到尾都在骗他，我干嘛要骗他？我爸的朋友在日本可以帮他转信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他阿娇的事？为什么？恭喜你啊，庆祝中华民国建国60年，我们伟大领袖蒋总统中正先生特此颁发特赦令，你呢符合资格调回原复兴监狱等候赦免通知。请
没听懂？你可以回家了，你可以回家了，知道不？